后两行啊，是求佛寿、佛舍寿，我们求往生。那么，后两行啊，是我们没有见着佛，不说佛身，没有见着光明，也没有见着观音世智、诸菩萨众。那么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光明妙相，那么等等很多，那么求佛加倍叫我们戒。平常我们念佛的时候就一心念，不求见佛。那么这个大回向这段文是求见佛的，这一份像是善导大师临睡的那个入观文，所以求见佛。平常白天又念佛又想见佛呀，那一心成两心了。又想一心不乱，一心念佛，又想见佛，就变成两心。晚间睡觉前，那么求见佛，这个梦中见佛，这不怕。我因为感冒啊，同时啊，我腿啊、跪着就比吃力，所以我就这么解家父坐呀，打这个大庆啊。大底下小木鱼就一直打下来，引庆啊是双引庆，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你给我拿着。小引庆啊是一上一下。大庆啊我打，你们我打的时候，你们要是有把握，你们要跟着打也可以。那么这样子，一个人打木鱼，木鱼最简单的一直往下打，两个人打两只引庆，就是分一上一下。那么这个点儿是下，一横是上，那么弟子这个子就打木鱼了，接着往下一直打，打到另一个了了得见阿弥陀佛，接着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清净大海众生都念得清净大海众菩萨，然后愿我临终无障碍，这个小木鱼就不打了，就但是引庆的，那么但是大庆的，那么。这个大回向最前这一段文啊，就是那一划是上引庆，那一个点儿是下引庆，那个两个圈儿是大庆。其他大庆我还知道，这个本上有吗？大家心中念佛，至诚恳切念，就这一段文最后那个注解那个字上也又说也有灵感，不可思议的哦。我们就开始要念了啊。阿弥陀佛。大放光明，弟子众等，一心回向，
Yeah.
就这一半，请站起来。小被子，注意看本儿啊。那么诸位要接枪啊，我这个嗓子有点沙哑的意思，诸位要接就不好。Thank you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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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拜。现在佛七圆满要立祖啊，定立西天东土历代祖师，西边的天竺国天德都是印度国啊，那么不是西边天上，西边天竺国，东土我们东边震荡国啊，震荡国可能就是我们中国啊，震荡国，历代的祖师。那么观想祖师的德相，譬如说是印光大师的相片呢，弘一大师啊，那么寻老和尚、广钦老和尚，或者亲自见过，或者是见过相片啊，都可以先观想德相，然后再观想德恒，比如说印光大师在普陀山上30年不下山呢，慧远大师在庐山上也是30年不下山的，那么观想祖师的德行啊，再观想祖师的法语，印光大师说是皆称净尽妙妙妙妙啊，莲智大师说是老实念佛呀，不念怪呀，那么广钦老和尚、虚云老和尚。那么也都叫我们念佛呀，这都算是祖师的法语啊。定力颠倒度力顶礼天下，弘扬佛法，诸大善知识。顶礼初祖庐山东林远空大师，顶礼二祖长安光明道公大师。顶礼三祖南岳博州远光大师。顶礼四祖五台孤林赵公大师。顶礼五祖
钦点乌龙康公大师。丁礼六祖，杭州永明少公大师。丁礼七祖，杭州肇庆昌公大师。丁礼八祖，杭州云栖弘公大师。丁礼九祖，杭州北天目灵峰旭公大师。丁礼师祖，玉山普仁策公大师。丁礼十一祖，杭州翻天七公大师。丁礼十二祖，红罗之夫醒公大师。丁礼十三祖，苏州灵岩练功大师。现在丁礼我亲近的老法师就是慈州老法师啊，他老人家住在北平安养精舍啊。丁礼北平慈光大丁礼啊，本寺住持他是少安法师啊。拜佛啊，通生西方，通生佛道。那么丁礼本寺住持少安法师了，在丁礼的。
那么丁礼退居修正老尼师和尚啊。那么丁礼还有好多了，我的名我还都不知道呢。那么君丁礼一德寺全体尼众法师。那么丁礼斋戒会啊，帮忙做饭啊，那么内外照料买菜啊，办事诸位大优婆夷那么老前辈。那么还顶礼怎么顶礼呢？那么还顶礼，那么算是莲学院诸位同学，那么照照内外种种，在顶礼。那么现在丁礼圆满了，那么现在要这个要呼，那我那个本拿拿去，那朕代为父母师长毕业认亲，已过三半，在世者轻生无悔，一故者。大家可以一起念这个释一过经众记啊，因为我嗓子有的沙哑，一起念好啊。
取圆满，大家那么随便愿意养鸡早养鸡，还愿意继续用功，那么也可以继续用功了啊。我就退出去了啊，我还得要放马上去啊。好。